无穷，为一群生故事现。祈佛消我三重障，愿我速具善因缘，见闻觉证佛神力，愿如佛力济众生。慈悲喜舍善知识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喜追随，愿速具足善恭敬，愿恒闻思修妙法，愿证如佛真实境，愿常沾世报师恩，愿孝善师佛陀行。继续消落诸念，不停地观察，不停地控制自己，不去追逐妄想习气。由于精进专一的抑制自己，有时候会用力过大过猛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，十方虚空变成了七宝的色彩，或者是百宝的色彩，而且这些颜色可以同时遍满虚空，谁也不会妨碍谁。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妙景色啊！而且这些青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等等宝物都出现了，个个都放着纯净的光。太美了，是不是发财了？不只是七宝啊，甚至还有百种宝物，以前从未见过的呀。我要不要收藏呢？此时千万不要打妄想，即便是宝物伸手可及，不要想，不要动，不要拿，不要因为贪而害得自己白修了。其实这也是修行过程中暂时展现的善境界，并不是圣人所证得的功德能力。如果此时认为自己成什么圣人呢，那就是自己害自己了。我们要得到的不是这些野花野草，如果被这些诱惑，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啊。切记切记，千万不要沉迷其中，一旦沉迷就会自然堕落了，那就是耽误自己，残害自己。